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N 与 M 频道。咁今日系继续同大家分享黄万妮嘅演艺人生。咁上一集就同大家分享黄万妮嘅演出，就分享到1951年。咁今日就由1952年开始啦。1952年嘅作品咧就有第一套咧就系、是《贫贱夫妻》就《百事哀》。跟住就是阿牛新传，然之后就歌声泪影的下集，跟住就一套朱门红女，然之后就借妻艳史，跟住就有一套长恨歌，跟住就小明星传，就应该是讲小明星的啦。咁跟住就52年就仲有《六窗红女》，跟住就一套《败家仔》，然之后就系添啊《发财添丁》，然之后就《恩情深似海》，跟住仍然系52年《儿女情长》，跟住系《歌声泪影》嘅下上集。跟住就是的树之间难为母，然之后跟住仲有套乖孙，跟住就是连环相思，咁仍然是52年难为了爸爸，咁阿 Mary 姐就饰演莎莉，跟住就有一套红白牡丹花。咁呢套就应该系红线女同埋白雪仙嗰一套，咁跟住52年仲有一套紫梅花，咁52年就系咁多啦。咁跟住就到1953年咯，咁53年首先咧就有套千万人家啦，然之后就苦海明灯，跟住就系一见钟情。跟住就是日出，然之后有一套，呢套相当之出名噶，《危楼春晓》。然之后就是《家春秋》里面的家。然之后就是一套《玉离魂》。跟住就到54年啦，54年就是《落花流水》，咁阿 Mary 姐就饰演谢玉英。跟住一套感受人生，跟住就是家家户户，跟住就仲有一套马来亚之恋，呢套就是啊紫罗莲嗰套啦。咁然之后54年就仲有大地啦，咁一套空谷兰啦，然之后就是一套自梳女。跟住就是改期结婚，咁另外仲有套金兰姊妹，54年就仲有一套父与子，同埋最后一套啦，54年变幻姻缘。咁跟住就到1955年啦，1955年嘅第一套就是父母心。然之后就一套《春蚕梦断》，饰演杜丽娟。然之后一套《后窗》，咁呢套就系大堆头嘅，系筹款戏嚟嘅呢套。咁跟住就一个1955年就仲有套《爱嘅上集》，然之后就《儿女债》，咁跟住就系《寒夜》。然之后系桃李满天下，咁跟住就仲有套长生塔，然之后就系与地相思，跟住就系断红绫颜记，跟住就系大刀汉啊，然之后就一套简良。
跟住就系五五年就系爱嘅下集。另外仲有一套天长地久，跟住就一套山河恋，然后就系爱情三部曲。咁爱情三部曲咧就系五五年嘅最后一套啦。咁跟住就到1956年，咁首先就系为福子嘅下集大结局，跟住就系家和万事兴，然之后就系桃花依旧笑春风，跟住就系发达之人，然之后就系一套朱门怨。跟住就一套孔雀东南飞，就跟住就系哑鬼还魂。这个哑就唔系唔讲得嘢嗰个哑，系砖瓦嗰个哑。然之后都系五六年为福子嘅上集，跟住就一套长，一蹦长嗰个长，墙壁嗰个墙啊。然之后五六年就仲有一套原野，咁跟住就到1957年啦。咁五七年咧，第一套咧就系谁是凶手，然之后就一套小妇人啊，然之后就系邻家有女初长成。跟住就一套无情大海就有情天，然之后就系雷雨，跟住就系恨云归离恨天。咁咧，跟住就系到1958年啦。1958年咧就天官赐福，跟住就系骨肉亲情嘅上集。然之后就是紫微园的秋天，然之后就一套奸情，跟住呢就到骨肉亲情的下集大结局，然之后就到1959年啦。1959年第一套呢就是毒丈夫，然之后就是十号风波，就跟住一套钱。钱银个钱，然之后就系骗婚，跟住就一套好冤家，然之后就系一套叫做路，道路嗰个路啊。咁1959年就仍仲有豪门夜宴、金山大笑，同埋一套人伦啊，伦理嗰个伦。咁1959年就系咁多啦，咁跟住就到1960年啦。1960年嘅第一套咧就系毒手，咁然之后咧就系苦命女儿，跟住一套晚娘，然之后就一套囚笼火凤，然之后就到雷雨之夜。跟住咧就系、是、有一套恩情嘅上集，然之后就有弃妇嘅上集，跟住就系弃妇嘅下集大结局。咁另外仲有一套血泪人生，然之后就一套慈母心。咁1960年最后一套啦，就系、是、慈母娇儿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黄曼妮的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又休息一下先。咁喜欢呢条片的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咁下集继续同大家分享黄曼妮的演出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收睇。好，拜拜。